小肥猫，我们要毕业啦！妈妈收拾行李，我们就要走喽。乱七八糟的行李，妹妹躲在行李里，生怕我不把她带走。最后一次开这个门喽，妹妹。最后一次关这个门啦，以后都打不开了。离开的路上，妹妹也在做告别。Thank you.